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。这样子，你不要对这首歌有心理压力，我觉得你就放松唱，把歌唱好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一半的部分我给他们唱，就不唱。一到比较难的，我就给他们唱。他们的不唱，都一群广东人坐下面帮我唱几句，怎么了？这对吧？还有一个来吧。我本来是想、啊、是想唱完万毒不侵就下场换衣服、啊，唱一首就下去啊？因为我现在前面有一个舞蹈 solo， 就穿的那个衣服。你一个人跳啊？对啊，跳啥？跳来 dance。然后呢，他们我们上去帮你啊，什么地方你在后面？我第二首。一下就上这个 solo， 我跟你讲，张子宁的乐队兼职 dancer， 现场搞捣乱。那是还得加两块钱呢。啊，不用，我们就愿意跳舞。就音准这个东西，其实是一个歌手的，好像应该是一个理所应当的必备，但现在并不是这样，很多时候。但是我有一个很佩服的，不止一个，反正女歌手的话，我觉得通过现场很好的张碧晨。张碧晨非常好。哇，碧晨姐太厉害了。张碧晨是非常好。她不光现场的音准，各方面，她的声音声压太强了。而且我是真的就跟她一起唱歌，就她声音从耳朵听，我都听到我忘了唱了，就彩排的一次。对，好好听啊。她是非常非常好。葛薇姐也特别。对，他的现场也真的很好。
就不让你唱，就不让你唱。对，但我在这应该不是我手机号，真的太帅了。但是我不知道他说是加密的，应该感觉头要化了。张的话就行。181。你知道演那个往后延时间的时候是谁最开心吗？我最开心。OK 吗？粉丝多了没有？上上